거고? 你怎么在这儿？查案。走得这么急，你的东西都掉了。你果然是来办案的。不打扰了，我先走了。阿离，阿离，小娘子吃醋是正常的，解释清楚就行了。吃醋？我不是还没有喝倒下吗？ 等你真倒下了，谁送你回去啊？我送他回去。你尽管喝，喝多了我送你回去。我以为这个时候，你应该说，你替我喝。你若求我，我求你，不要怂。喝饭的。跟小郎君玩有什么意思？不如让我来陪你尽兴。 不好意思，扇子掉了，麻烦小美娘帮我捡一捡。佳儿娘子，上桥。四国公，你今日的喜好怎么突然变了？喜欢吗，小美娘？你跟我去喝茶。 这个倒挺配你。好丑。好好演，让他们误会你在私会情郎。相国家的二娘子在怀乡私会情郎，他们会信？为什么不信？我不喜欢“情郎”这两个字。他杀不了你，但能杀我。你看开了。 他就杀不了你，顾大哥，顾儿，是我，我是来救你们的。我现在有一个新的身份，我叫江离。江离，先出去，我再跟你们细说。不用怕，自己人。有人来了，往后退。乡亲们，抓住他们！啊！